很多人他会觉得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件事情，可以走可以跑可以动，他是觉得很自然。当有一天的时间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自主的一个活动的时候，那时候才会发现到运动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出来的时候，第一开始玩的活动就是做高空弹跳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，很之前一直都不敢去做。是找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有关于运动的一个活动，他会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，那无形当中他会觉得，原来他很喜欢上运动。